彼此的仇就算见怪。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戴佩妮在上海举办随风所欲巡回演唱会，再次遇到五年前演唱会上大走音的男粉丝。完全对不上，让戴佩妮一度还得掐着大腿忍笑唱完。不过事隔五年，男歌迷又出现在演唱会上，戴佩妮一样递出麦克风，而这次表现却是不一样啦。这个练了五年终于对了，是真的给他一个掌声。